你躲猫猫，先上上新闻。欢迎收看《新光影绕新闻》。哈，学你超没默契，你想要配合我，可是配合的又没有默契。没有，这是我的特色，我就是一个慢拍的人。慢拍人，但是今天没有默契是对的。因为今天我跟你的身份不同，我今天是非常一头雾水的一集，我头上大概有100个问号。通常熊熊都非常认真的会提早在节目开播前的一个小时到，原因就是他会很认真研究 round down 到底是怎么进行。对，我前一天晚上就会开始看。对，虽然说每次在直播的时候他跟 round down 都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认真的态度我们是必须就是给予鼓掌的。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熊熊没有 round down。对，因为今天我是属于关主的部分。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是西瓜鱼躲猫猫。哎呀，没默契耶，怎么这样？你刚刚不是要讲说西瓜鱼让新闻躲猫猫吗？没有，是躲猫猫。所以今天呢，等于是说我们有两位来宾哦，是已经躲在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东森的大楼里面。那你知道来宾是谁吗？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你只要觉得熟悉的面孔，就是他了。好，但是你不能说我看到他，然后就走掉，因为代表那个人太不红了。就是你可能连认都认不出来的话，真的假的？也是有。那我如果认不出来，不是很失礼吗？超失礼的，你毕竟走跳在演艺圈也几年了，六年了。对，如果你真的认不出这两位大明星的话，你真的就是拖出去斩了，直接退出。对。好不好？真的假的啦，好紧张哦。先讲好哦，输了有惩罚哦。什么惩罚？输了就是熊熊要用最丑的这个大头贴放在你的 Facebook 两天。Facebook 不要闹，观众听不下去哦。好好好 Facebook 两天。OK。这对你来说是非常大耻辱。你刚刚说24小时，为什么会变两天？你刚刚说36小时太多，两天是48小时，你是不是会算？所以就是24小时，哦、好好不好？24小时可以了吧？可以了吗？可以吧？可以，就是24小时。为什么？这对熊熊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因为他毕竟是写真女星。我怕我会不会摆了之后掉粉？应该是会，就摆68，然后明天一看就变65。对，然后今天的躲猫猫除了就是等一下有两位特别来宾是非常有看头之外，大家也可以慢慢的观赏一件事。就是熊熊的这件衣服出现了一个问题，他来的时候，他的衣服竟然会爆开，一拉就会这样，他就一拉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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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所以很烦。我新买的，他新买的，是不是一个坏预兆？有可能，我帮你绑起来，好不好？所以等一下呢，就是除了就是要看说有哪位特别嘉宾躲在东森的大楼之外。也可以看一下熊熊的衣服什么时候爆裂。他们要提醒我，如果我衣服会爆，跟我讲，不要说话。大家要赶快留言提醒他一下。好，那游戏怎么进行呢？等一下，熊熊在原地躲100秒，然后，再先数100秒，我趁这100秒去帮你探看一下地形，因为这些特别来宾有些躲在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我需要去跟他们聊聊天，让他们透透风，好不好？所以观众们是知道这些来宾会是谁的，然后你会不知道。对啊，我现在整个头上一头雾水。但是如果你需要我的话，记得就是说，求求你，博森，博森，救救我！我就会出现，然后给你提示，好不好？求救讯号好长。OK， 按你时间只有30分钟，如果真的过就没了。好，好不好？好、啊。OK， 不然怎么办？好了，那我们就是讲一下星光云躲猫猫 ，Go， 这样子好不好？好，星光云躲猫猫 ，Go， 有这个比较有。你要甩一百。好，我要数到100。那我要转圈圈吗？进去了。这样哦，这样吗？对，一二，你看书很快。好，1234567890100。小时候都这样作弊，教坏小朋友。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电脑现在31、32、33、35、36、37、38、39。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跟11、12、13、14、15、16、17、18、19、50、51、52、53、54、55、56、57、58、59。然后今天呢，我们在东森大楼里面就华裔，因为冷气很凉嘞，又不用出外景了，爽。现在
也可以借着这一次机会哦，跟大家感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东森大楼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据刚刚所有的工作人员讲说，就是他们这一辈子服务在东森这么多年的这个状况下，都还没有进入过刚等一下我们会去的一些特别的楼层。这特别楼层是这个东森购物台，不能讲。他们呢？谢谢你借我。就是。的那个客服的一层楼这样子，所以里面的那个壮观的画面实在是非常惊人，因为里面至少有一两百位的客服人员在接听电话。你看在我身后就是满满的客服人员在接电话，隐约之中你会觉得有点吵杂声音，那就是他们在就是跟大家聊天，不是聊天啊，在服务这样子。然后你看这边有一堆什么人气网、新人网的墙，蛮屌的。给你们看一下大家。这边我可以进去吗？你看，哎，为什么每个上面都有一些楼梯？你说就是板板呐。先上三楼。尽我所能，雅珍。面向阳光，黑暗自然消失。雅珍。好，那我们先去三楼。很励志哦。你现在有在接电话吗？现在是忙对不对？哎，等一下，我快要看到有是，可是现在没有哎、欸，你的业绩是不是比较差一点？我们去看一下，恩典满满，永不放弃。文宇，嗨，东森的客服每个都长得这么漂亮吗？谢谢。哎，很厉害哎、欸。哎，请问一下桌上，我们不要拍桌上，桌上是满满的资料，就是现在我们都在直播状态。对，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当好像忙是忙就不打扰你了。哎，很酷，楼梯也上不上了。哎，很酷很酷。好贴心哦。三楼。好，我会先三楼。他会先三楼是？那我们就慢慢来就好了。哎，这位帅哥你好，在忙吗？好，那我就来了。哎，怎么声音那么好啊？好了，我先带大家去看一下第一位特别来宾，走。你好，这个门可以开吗？哦，这不能开。好，那没事。大家看一下。好，谢谢你、哦。这个，这是主控室，对不对？主控室，给大家看一下主控室的那个画面。哎、欸，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人来过，超屌的，有没有？满满的电视。然后现在呢，我要带大家去看第一位特别来宾。我的裙子，拜拜拜。没事没事，我刚吃饱，有点挤。哎，来了。谁？郭哥。放心，郭哥，他们现在在三楼。他是三楼吗？他现在三楼。这不是二楼。没有，那他现在人在三楼。哦。然后他等一下会一个楼层的走下来。哦。然后他刚刚跟我讲说，他大概。三楼会找15分钟，然后二楼会找10分钟，然后一楼会找5分钟，这样。所以他应该是没那么快过来这样子。郭哥今天怎么有空？今天就要来宣传那个《闷锅出任务》舞台剧啊！哦，要有舞台剧了。对啊，之前都是看电视，现在有舞台剧哦。我们电视已经跟观众朋友暂别5年了，所以这次重新出发，对，《闷锅出任务》要来解闷，让大家解闷。而且这次郭哥是兼任导演，对不对？制作人跟导演，对对对，制作人，哎，制作人，哎，厉害吗？这次的舞台剧会让我们耳目一新吗？非常耳目一新，而且是在以前闷锅模仿秀上面呢看不到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些技巧都会在舞台上面呈现。哎，我们自己是个人蛮期待这件事情的。对，我先透露一下，我们会把化妆整个过程在舞台上面呈现，从边化就边演。就是等于说，就大家去通告，也不用先有什么提前说，大家去那边就是梳妆打扮，就直接上，直接就上。比如说你要画谁啊，我画谁，画好，然后我们可能过一个时空背景，砰一个，哎，就在那边演了，舞台的右边，或者那我们化妆整个在左边，真的假的？那边演一演，我们这边又继续画。那不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女艺人、男艺人的真面目？对啊 ，OK 啊。而且大家也是蛮想要看到，就是这些化妆的技巧，而且后台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可能会很混乱。对对对。然后所以在这些过程中，然后就找一些就是有趣的表演给大家看一下。
很屌哎、欸！好啊，这个可以说整这个舞台上面呈现呢是前所未有的一场。什么时候要开始啊？2019就是明年的108年啊，1月3号到6号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是，那售票嘞？售票现在在10月1号开始，我们在东森的购物台，而且是独家，对，独家。然后等一下稍后我们再把电话就是放在下面给大家去赶快来购票。0800456456，对，很好记，0800456456。对，哎，郭哥今天有没有信心就是躲藏成功？躲藏成功我不晓得、啊、到时候熊熊进来的话我也只能这样假装忙，对，不能开心，我们这次是比较公，就是比较不能说他来了我们要硬要躲起来，对对对，照常工作就对，因为这边的这个基地太大了、哦、所以我们如果是躲起来躲起来他真的是找不到，对，但是如果他真的你们成功的躲藏的话、嗯、可能又多了10分钟宣传的机会，真的是、啊、对对对对，那可以，好，那郭哥你先休息一下，好，我去找另外一位大明星，好，因为观众还不知道是谁， OK， 好好 ，OK， 哇，蛮期待的哦。就是这次的舞台剧，我自己应该也会去看，而且好像听说有5场嘛，然后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抢一下票。那我们现在去找一下，还有谁？还有谁？现在画面在我身上吗？打扰他们。在小熊那边。哦，对对，没有你大方。啊？什么机？不好意思，好紧张。我今天开双框，到底在哪里呀、啊？好好，我忘记那个另外一位大来宾在哪里了。我知道。你好。哎呦，我知道。这里面有人吗？真的吗？你好。不好意思打扰哦。哦，这边是一个临时间呢，可以吗？真的好、哦，好啊。要吃吗，沈哥？忙的做代志，你得被耍很大的奖吗？吓死我了！赶快。欸、你就是今天的第二位大来宾哦、喔！我是。哎呦，哎，没办法。我今天是不是我今天是东森购物的那个客服人员？你有办法卖东西吗？有，那我接电话给你来。好，来，嘟嘟嘟嘟嘟。东森购物你好。你好，怡佩哦、喔，我想要。你怎么知道我是怡佩？废话，你声音那么好听，我当然知道你是怡佩了。而且现在在艺人这一块哈、喔，就是有主播口音的，好像也不多了。哦。对，你看像最正的侯佩岑。对，佩岑姐也都就是现在都变人妻了，对啊，只剩你了，好不好？OK， 所以我们要开始了。今天是客服人员啊，你好，那个请问我要买一下那个就是焖锅大任务，哎，焖锅出任务的票，请问一下还有吗？是，没有问题。那今天呢，购买我们的专线，如果你是东森会员的话，我们还可以赚20%的东森购物币哦。什么是20%的东森购物币？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回馈的意思，就是你今天买很划算。那如果说你可以揪10个朋友来的话呢，我们还会就是考虑一下要不要送你签名照哦。哎呦，这么好哦！对，可是我想跟你讲哦，就是我想要买，我想去支持一下怡佩跟郭哥他们，然后。但是因为我急呢，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很多钱，请问一下，哎，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啊？没有关系，我们这个非常非常人性化，我们是可以分期付款的哦。这你说真的假的？可以分期付款吗？可以，这是不对，可以分期付款。票也可以分期付款。我们东森购物就是非常的贴心，林先生。所以如果您可以购买100张的话，我们可以分，看你想分几期都可以。我可以分2辈子来还这一笔吧。我觉得2辈子可能太多，我希望林先生您可以在以你的财力，又是得了金钟奖，应该1辈子是还得起。好了，我跟你讲，听到你这个客服的声音呢，我心情都好很多了，我就直接先买个100张了啦。买100张吧，谢谢林先生，谢谢大户。OK，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待会会请我们的经理啊，就是会专线跟您服务啊，因为毕竟买100张以上的话，我们都可以让您来参观东森购物台。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谢谢，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哎呦，是不是还可以？还蛮会卖的。那我现在考你一个啦。好来，如果我现在真的要买票的话，电话你应该没记得吧？电话很简单，东森购物的电话应该是人生父母的打。哎，0800456456。哎，没错。你 repeat 一次。小心，小心，小心，怎么办？你为什么？哎，冷静，冷静。郭哥说他有很有信心哦。嗯，好不好？好不好？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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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呼叫我们，好，他一直在呼叫我们。哎、欸，我们不要挤在这边，因为被发现。他们很想进。现在手熊大框在哪里呀、啊？博森磊啦。
这里可以吗？博森，跟你呼叫吗？好，他在呼叫博森了吗？博森啾啾，快点出现！网友快点帮我扣那个留言，叫林博森快点出现，我找不到人。博森 ，Hello， 来宾，来宾，我们那个游戏已经结束了，快点出来。我听到熊熊的声音了。我们没有要玩了，我们改游戏了。我看会不会有人像洋葱那么白痴？洋葱之前有一次躲猫猫，然后叫他名字，他就说哟，他就出现。打开，打开来录。我要去找熊熊了。哎、欸，快点救我，找不到、欸。我要找熊熊了。博森。我要找熊熊。我在这里。熊熊在哪？博森。熊熊在哪？博森，熊熊，熊熊在哪？我在这。熊熊，我有听到你声音，可是没看到你人呐、啊。博森，熊熊，不要熊，熊熊在哪里？直叫啊！不是啊，你在哪里？我听到你声音，可是我没看到你人呐、啊。哪里？熊熊，你在哪里啊？我可是熊熊放开了。不是啊，我听到你声音，可是我没看到你人呐、啊。你人到底在哪里啊？是啊，人类啦！好了，人到底人在哪里啊？不是什么奇怪，到底人在哪里呀、啊？不要拖我时间，快点给我提示！等下多给你两分钟好不好？很累，你这样害整个很累。哎、欸，没有啊，我们就在训练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录了乱新闻一年之后，每个人都变胖十公斤。整个后面，你看整个跟那个学长哥看的是不是像刚洗完澡？你好意思这样对我们？提示哪来啊？第一次有那个乱新闻的摄影师装这个 steady cam， 这是这很重，非常重才会够稳，好不好？对啊。好，要提示吗？要，找不到。你跟我讲那几楼？我跟你讲，这一层。有人，那刚刚上一层有人吗？上一层有人，真假的？但没有艺人。那这一层不会也是没有艺人吧？这一层有艺人，没有艺人。你不要这样啊！有明星有大明星，好不好 ？OK， 所以刚上一层没有，刚上一层没有。对嘛，好找半天，那我们刚刚白找了。好了，这一趴我陪你啦，我陪你找到第一个啦，怕你无聊孤单呐。哎，我跟你讲 ，Hello， 这里哦，这里是连很多的东森的员工，都没有来过来这里。真的吗？然后甚至艺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他们是购物台的客服。哦，他们不是员工。他们不是就是像我们那种上新闻的员工，有没有？是。他们服务了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进来过。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客服人员，我觉得他们会伪装成客服人员。我不能讲咯。啊，你不是说你要帮我找？我不行，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呀、啊。哦，好吧，那我自己找。他们会不会躲在他们的桌子下面？嗯哼，这样找要找到几年呢、啊？那要怎么找？我就不会找啊。哎、欸，刚刚在干嘛？哦，没有。哎、欸，我要画面，在哪里啊？烦，怎么那么会躲？有吗？哎、欸，各位，你看哦，你那边要躲人吗？这位，你要躲人吗？张淑静小姐，真的，没事没事，那你们继续哈。对啊，有找到吗？我在找我遗失的小孩。Hello， 你在拍谁？是他吗？哎、欸，他在工作。可是你过来看，你过来看，你过来看，正不正自己讲、哦。很漂亮哎、欸。张淑静。淑静，相信自己，继续往前冲，向前看齐。我要成交，寿星赤真七金，七金是什么？赤真七金。赤真七金，我也不知道。赤真宝七金而已。哎、欸，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很有激励自己的这些板板呢、欸。没有人呢、欸。很屌。鬼城，我要成为。没有人呢、欸。哎、欸，你看，你刚刚一直拖我时间。哎、欸，你们这边有看到可疑的人物吗？我看到了，尚谦哥，你为什么跑去那里？
明星在那，对不对？你为什么跑去那里？怎么那么笨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怎么那么笨？还真的在艺人附近。哎，真的很大。被他猜，会被他发现呐、啊，会被他发现呐、啊，不行呐、啊。谁来帮帮我啊？谁来帮帮我？这边可以进去吗？可以。Hello， 你们好，请问有明星在这里吗？大黄，啊，好烦，好想走动哦。哎，想走哎。在哪里？给你个提示。好，快点。范围太大了。范围太大，对不对？对。这个人呢？是。你刚刚从那边走进来的时候，你有跟他四眼对到？怎么可能？他一样，他一样，嗯，这样。你说他乔？从刚刚那边走过来的过程中，你有跟他四眼对到，而且观众说，对啊，对啊，有，我没有画后栏。真的假的？真的。那他就是乔装成工作人员啊？那是谁啊？那我怎么办？我会不会根本不认得他？嗯。因为我不认得他怎么办？不会，你不会不认得他。真的吗？对，而且你一定认得他。好啦，再给你个提示啦，要不要？好。现在几分？现在他几分了？现在才他几分钟？你先走，我先问一下。这个是我 Swatch 活动的抱枕。谁要问你那个东西啊？西西，西西，几分钟？他现在几分钟了？现在21。现在21分钟了。好了，我给你提示啊！赶快，赶快。那你要讲说 ，Kid 哥哥求求你 ，Kid 哥哥求求你。好，好在这边的那一边。现在是那边。那边。我能帮的就别帮喽。而且刚刚你跟他对眼的那个人呢，他在26秒前，你有跟他对眼到。26秒前。男生女生啊，熊熊熊熊，干嘛？熊熊，我跟你讲，我就算这样有没有，他也不知道。你干嘛？也不会是他吧？我跟你讲，他会不会是一个臭皮囊？然后里面这样子，你把他头拨开，是一个明星，是一个明星这样跳出来？不是啦，注意喽。我要慢慢逼近了吗？我刚根本没有走来这里啊！会不会像台哥？台哥，会不会像台哥？什么？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以为他是台哥啊！啊，台他头发是真的蛮像的。到底他在哪里呢？没有问题，在哪里？快哦，快哦！好啦，他穿红色的衣服。这边一堆都穿红色的哎。他是傻子是不是？他是傻子吧？他是傻子，他是不是傻逼啊？这边一堆都穿红色的啊，到底在哪啊？是他吗？你要去哪里？不是认错，是认错。他不可能走来走去。时间剩多久？走不动到底在哪？12:23。哇，我还剩7分钟。而且你一个人都没找到，你真的超弱的。熊熊，我就说我很会躲猫猫啊。你跟我猜拳，猜赢一把。好。3战2胜。好。我就跟你讲，他缩小范围，决胜圈在哪里？还有12分钟。对。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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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宾是吴怡佩小姐以及郭子乾大哥。没有看到啊，重点是哎，我想这两位你都跟他饰演相对过，你们自己问说有没有。小仙不会骗人吧，小仙不会骗人吧。他刚刚在旁边走过很多次，没有，他们就是他从他旁边走过去，而且两个都已经走过去了。真的假的？真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我旁边周围玩我。没有，他就固定在一个地方，是你自己在玩自己。玩自己在哪？那你不是说你要缩小范围跟我讲一个？我都跟你讲人了。没有，你要跟我讲一个区块，就我在那个区块找。好，来。10分钟。好。又多十分钟。我刚刚说十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没有，他刚说十二分钟变十分钟变少了。不是，他刚算错，他以为剩七分钟。好吧。那太扯了，你好不适合玩躲猫猫哦。熊熊，注意我的镜头在哪里哦。我可能就是会有带到这个人的感觉咯。你不要还我。难道我就是一个我难道我是一个指标吗？难道我是一个指标？难道我要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吗？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我只是骗你的。安健，你在带我绕圈圈哦。快哦。好，找不到哎。选择一下哦。哦，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么，怎么会完全没有找到人啊？因为郭哥现在人的在的地方太明显，我不能去看他，但是我们能去看另外一个人。郭哥跟怡佩这么好认，我怎么可能会找不到？他超笨，重点是，我刚刚没有跟任何人对眼，哪里后面？我只有跟那个长得很像台哥的人对眼。他们都好忙，我都没有办法问他们。这边人撤，到底在哪里啦？啊，又要提示了吗？你再给我一个提示，拜托。那你熊抱我。好，不要，我会被骂，我会被骂。这个女生呢？我知道，我怡佩啊。对她，我知道你。好，怎样？顶嘴哦。没事，对不起。这个女生，她你要按 play 键，因为她现在慢动作。我在那个接电话的地方。这边每个人都在接电话、啊，那你就把每个电话能够看一遍啦、啊。奇怪，都那么明显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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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他太蠢了。网友说什么？他说他很蠢吗？网友说他很蠢。傻妹一个，神腔。神腔、啊。是不是大家都在笑我？大家觉得我找不到，很笨。熊熊睁开眼。等一下，你去另外。不配，不可能啊！怡佩，我一定一看就认出来了、啊。他们是不是乔装啊？还没来，他来。在哪里？你知道吗？是不是给我乔装？他们有没有乔装？他们没有乔装。那怎么可能？我认不出来、欸，没有乔装。哦，干嘛？不要疼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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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啊！熊，过来跟你讲。我每个都看了哎。你每个都有看吗？对啊。我跟你讲啦，你真的每个都没有看。我每个都看啊，没有看，有啊，我就说他们有没有乔装。各位，各位，毕竟熊熊也是我，就是这一年来主持用新闻的一个妹妹，好不好？好，所以我挺不挺你？挺。你直接带我去找吗？在哪里？就没有啊。是，所以你是要两个锅子吗？是。
我跟你讲，他这么，哎，他是我抓过来给你看你的，因为他蠢到我真的觉得他太可怜了。他自己从那边走来走去，怎么可能？为什么你会看不出来？他蠢到我就是觉得说我已经受不了，他只剩五分钟，然后他还找不到你，然后他已经经过你那十次了。他一直在这边走来走去，我很紧张。不是你到底在干嘛？没有，我原本还在想说，他如果真的走过来要找到我，要不要躲到桌子底下？我刚才试着进去，后来我发现根本不需要。欸、所以你看我挺不挺起，我直接告诉你他在哪里，所以这个不算。不过你现在只要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找到他在这里，找到郭哥的话，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好，他在这里，好不好？而且很近，好，很近，好，谢谢。你为什么会？你到底蠢了啊？太蠢了！郭哥，可是我很久没看到他了，他现在是什么造型？你去找。啊，剩五分钟哎、欸！他真的超蠢。你怎么会在那么近的地方？经过你，经过台湾，他从你前面经过。他跟我说，我拿旁边的来 cover， 我说走左边、右边、前面。那我想说应该要被找到了吧？他竟然完全郭哥在哪里？完全没有，超可爱的。他实在是太蠢，很可爱啊！而且他，你不会叫他不要走反方向？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就是。你要跟他讲说是在这个方向。有，我跟他讲，我去跟他提示一下。好，我去跟他提示一下。我往旁边按。郭哥现在我又要出动去给他提示。你没有看到郭哥吗？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找男生，我看男生就好了。我现在这样可以少看一个男生哈，男生那边都女生。男生，我看男生。我现在就突然很认真哦。我刚刚也很认真啊，我刚刚就是找不到，鬼遮眼。哎呦，小心！我来看男生，可以的。我跟你讲啦，可以。一楼没有了，好不好？我知道，就在这一层嘛。就在这一层，一楼没有。好。对啊，找不到人呢、欸，找不到郭哥，可以跟我讲在哪吗？太蠢。三分钟。哦。最后的几分钟，我会给他提示。网友都知道在哪，这很难找。哎、欸，我去找一佩。哎、欸，熊你过来，应该不会在那。熊你过来，哎、欸，吴一佩过来。我跟你讲，你过来。怎样？现在你如果你知道郭哥在哪吗？现在、啊、现在男生女生配。你赢吴一佩一场，因为吴一佩就是专门在玩男生女生配的，不然他名字不会叫吴一佩。男生女生配是什么？就是男黑白配，黑白配。可是我不会男生女生配，可以洗刷刷吗？剪刀石头布，叫做你叫做哎，一拳决胜负。然后他你赢他不是他给你一个提示，但不能太明显哦。好，来，不能太明显，快点来好。剪刀没有，就剪刀手布，剪刀手布，剪刀手布。好，好，跟我讲，是在我们后面的方向。对，我们那边的方向是没错。你不要再去那边哦，有对不起。好，后面，所以他也是扮演着讲电话的人。只剩两分钟。哎，你剩两分钟。他也是扮演讲电话的人。哎、欸，我跟你讲啊！哎、欸，你不能因为她是你姐妹，你就一直在那边给她太多提示。不是因为她像你先，你先跟我讲你的提示要是什么？就是，不是。哦，好，可以。他不是讲电话的。很好。他不是讲电话，那就不在这里啊。而且他刚一直在你旁边走，你都没看到。而且不是讲电话的，不止在那边哦，不止在那边、哦。你在我旁边走的就是他、啊，他一直在拍我。哎、欸，熊熊，那边还有一些位置啊，你怎么都没有想过？一直在我旁边，可是那边都是讲电话的人啊，还是在办公室里面？啊，我跟你讲啦，我再跟你讲，剩几分钟，剩多久？剩多久？剩多久？没有人剩多久啊？一分钟。哎、欸，熊熊，一分钟倒数，给你做一个提示。他在很多电视的地方，非常多电视。他在一个密闭空间。哦，哎、欸，等一下，他现在已经不在，他刚刚原本
不行跑哎、欸，没有，那叫他回来。不是不是，他因为要给你更简单，他现在变成了红色的接电话声。你只剩30秒了，30秒，快接！接电话声在哪里？28, 27, 在哪里？26, 25, 等一下，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0, 10, 9, 8, 7, 6, 5, 4, 3, 2, 1, 时间到。在哪里？哎、欸，我刚刚不是就说你吗？啊、我刚刚是有点你的肩膀，有吗？没有。我刚刚是有点了他的肩膀、啊，是他吗？他是谁？我刚刚不是郭哥啊，我刚刚不是点了他的肩膀？对啊，你是问我说是不是他？你没有去问他是不是？然后你说不是啊？我没有说，我说我不知道。你要问我？那我这样算找到吗？不算啊，不算。哎，我们到、啊、我们到里面去判定到底有没有？我们去小房间里面。啊！你们跟我说不是，怎么会那么蠢啊？你刚刚其实你到导播室，你没有看到我？没有、啊，他刚刚从我位置前面走过去，他都没有看到。你刚刚在他导播室已经看到郭哥，你没有看到他？你到前面，你到我前面，然后说：“哎，这里怎么找？怎么会有人啊？”然后就出去了。然后我可能奇怪，这个是。哎、欸，然后你刚刚就郭哥为了要让你简单的找到他，他还为了你还出来，哎，真的假的？谢谢郭哥。我本来躲在那边呢，我看你在这边不想猜什么拳，我就。而且我刚刚一开始有跟提示你说在追剧，郭哥刚刚就坐在这一个，有吗？然后你就经过他的时候，你又走了。然后你刚刚看到他最后的时候，你说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他？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说就是他吧。然后就我以为你说不是，刚刚在那个走道的时候，我把头探出来，你就是在看着那个走道，你都没看到我。怎么是？来来，有吗？我要回家看直播，怎么可能？我真的没看到你们。来来来来，请进小房间。我们有很难认吗？没有啊，我就是觉得你们很好认，但就没有看到。你是怎么了？我就说，还是因为穿红色的就看不出来。没有啊，我就说我不会玩躲猫猫啊，我觉得你们整个融入在这个里面。不会玩的问题啊，这也太不会玩了。对啊，就是找一个你认识的人，又不是找来进去左边走进去就很难找呗。刚开始有跟他讲说要找我们两个吗？還是有没有，我一开始不知道是谁。好，一开始不晓得。我们要面对哪边？啊，我就失败了。来，没有，我来做判定。好，门关起来。太难了啦！因为刚刚经过了非常就激烈的，也不激烈啦，也不激烈。我还蛮激烈，我以为我心跳很快、欸。对，那我们几个都觉得很激烈。他风就从我旁边掉，而且他香水位置在那边晃来晃去。但他都没有，对啊，他都没有注意，你还进来，那个导播是，哎呀，这边怎么会有人呢、啊？然后就走掉了，嗯，奇怪了，这在找什么？里面才四个人，他也不看你。找到了，然后我就在等到你要叫我，你四个人，什么到底在哪里啊？对啊，然后他中间就是找不到人之外哦，他刚刚就看到有一个人就绑得很像那个，我以为是台哥，他想。哎呀！然后就是，因为他刚刚在接电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我等一下去跟他道歉，对不起，我真的以为他是台哥，因为我不知道来宾是谁。好，哦，那你去郭哥那边。好，对对对对对。好，等一下，郭哥来，郭哥跟一佩在中间，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刚刚他们就是他有就是拥有30分钟的时间去找你们，找我们，然后经过了就是我们刚刚大概20几位工作人员的判定之后，嗯，熊熊。失格！太难了啦！欸，一点都不难呢。而且第一位一配是我看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好像整集镜头都是在你身上，因为你没有找人，我就逼着你去找出一配。对不起，对不起。对他直接那个镜头在那边，他直接把我整个人的脸嘟到你旁边去。我说你搞看清楚，这个人是吴一配这样。不是因为一位的话有没有盖住，然后他们都每个人都在忙，而且那所以你刚刚那个电话是根本没通，是不是？我的电话完全没有声音，而且我的电脑屏幕也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他一直在那讲，然后一直在那讲的很聊天的，然后哦是哦是什么？因为你经过我就要假装是客服人员啊。对、哦，从、欸、今天开始上新闻，就是每3个月都至少有一次躲猫猫，然后都是这样子类型的。可是你们我们要训练熊熊在一年之后不要会找，摇头会找，整个拒绝，可以累死大家，累死大家。对，他穿那个，然后就为了熊熊跑来跑去。沈哥，对不起。好啊，哎、欸，
就算是失败，所以熊熊要就是放哎，郭哥可以脱掉衣服，太热太热，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所以呢，就是经过了三十分钟之后呢，熊熊失败嘛，那所以呢，现在就是熊熊等一下在节目结束之后呢，要把最丑的照片放上大头贴。好啦，然后这个照片是由吴怡佩等一下亲自操刀，你就帮他来来然后拍，然后你选一张最丑的放上去这样子。好 ，OK OK， 好不好？那接下来可以修图吗？啊，不行修图。不行修图，你还修图、欸？你要不要就直接拿就是照摄影师帮你拍？你看他要不要直接开无他拍好了？好了，今天的那个躲猫猫算是真的完完全全的失败。他是真的没有在找人。对，他有在找，真的有啊，很认真在找，很认真、欸。我们那个导播是四个人，对，进来看一看，看一看都没有，这里都没有人，怎么找啦？然后就出去，我说修行呐。太黑了。好，那这样子呢？所以我们的郭哥跟我们的怡佩就获得了宣传闷锅出来，哎呀，太好了，终于了，让我们可以宣传、欸。哦，所以如果我赢，他们就不能宣传，就会没有时间宣传。但是因为发现你真的太笨，他们现在有拥有三十分钟可以宣传。那你们要好好感谢我、啊，谢谢熊熊，真的真的，谢谢真的真的。谢谢，竟然有人要别人感谢他的蠢，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郭哥跟怡佩，我们来宣传一下。对，我知道，我知道。来来，卖东西，先宣传一下嘛。宣传我们东森剧场的闷锅出任务、嗯、啊，因为闷锅出任务是我们以前模仿秀的一些演员，是啊，包括我，还有怡佩，还有九孔、嗯、唐崇盛，还有纳豆，还有英英、嗯，还有一个洪都拉斯，是啊，我们几位呢，啊、准备在2019年1月3号到6号、嗯，哦，也就是明年的1月3号到6号，嗯，然后在台北城市舞台准备有演出五场的闷锅出任务的舞台剧，嗯、希望大家能够啊赶快购票。哎呦、啊，要怎么购票呢？购票到东森购物台。对，就直接打电话进来，0800456456。有没有办法？他们现在在干直播的同时就打电话进来购票？哦，希望这样可以啊，0800456456。如果他们是现在打电话进来购票的话，有没有可能他们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些福利？没有，我觉得很厉害是他们如果现在打电话进来购票是可以科批接电话。哎呦，真的，科批帮你购票，很棒哎，帮你哎，帮你处理票务。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想要听柯P帮你购票的话，赶快打0800456456，然后或者是你想要跟怡佩两个人亲自对话，然后亲自跟就是你们的主角，然后买票的话，哇！我想就是趁现在，我们真的赶快打，赶快打，直接三位，直接三位，三位是。然后你们不要以为现在电话没有响，就代表说大家不热络、哦，是有的，因为现在外面有100多位，大家都在接，对，大家都在接，所以他们有可能是转进来，接到说大家会转进来，来了，好来了，哎、欸，科比，科比，科比接电话，哎、欸，对、欸、啊，你哪位？喂，喂，喂，小姐，我想要买闷锅出任务的票，好。那、啊、你要买哪一天呢？1月3号有晚上7点半，然后4号也是晚上7点半，5号是下午2点半，晚上7点半，礼拜天是晚上下午2点半。好，我要买1月4号的。1月4号，我1月4号没有卖。因为那个场次，那个场次客满。1月4号有卖，有卖，有卖。1月4号你要买几张？我要两张，两张哦，本来是1000块的，算你1500啦。不要乱卖票，没有变贵的啦。啊、你要买几多少钱的价位的票？打折的吧。我要买1500的。哦，1500，价钱适中啊。哎呦，哎你，那、啊、你要不要分期付款？哦，不用，我全付。哦，全付。那你说1月4号的票，你们全付是不是？一共有900，一共有975张。两张全付啊、哦，嗯，啊，你可以多买、哦，既然你不想分期付款，你可以多买几张。我要多买，那我要其他场次的。哎、欸，其他场次啊、哦，有1月3号、1月5号、1月6号啊，啊你已经买1月4号。我1月3号的也买两。你1月3号，哇，谢谢，太贴心了。你平常是没有在工作的。哎、欸，人家要看，没有，我要问清楚。1月3号，如果正常在工作的人要赶七点半，很难看得到，哎，对不对？我可以提早下班。哦，不错，哎、欸，你会比较想要看谁的演出？我要看怡佩的演出。哎呦，怡佩，谢谢。为什么？为什么是怡佩？哎、欸，怡佩也没有什么角色，你看他是有什么好？怎么这样攻击啊？未来还是会有一些角色啦，谢谢你哦。
好啊，好，谢谢你哦，你买，你已经买四张了，对不对？对，我买四张。三号两张嘛，四号两张嘛，对对对。啊，五号六号你没有买，对不起我们。欸、周休二日你不买啊？你买那个四？对啊，请要朋友来买六号的好不好？啊什么？请你朋友买五号六号的。好好好，谢谢你啊、欸。小姐，请问一下你贵姓？哦，我姓林。请问一下林小姐，你刚刚有看我们就是林古塔林小姐哦。古塔小姐。不要乱叫啊！打电话卖票。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哎，他挂掉了。好，拜拜。拜拜。拜拜。像人家古塔，他声音很温柔。是他。真的有人会就因为这样子而来进来买票的，哎，那你哪怕趁机现在赶快拉票，因为他们真的就是马上打进来，他们会想要就是你知道冲一个购票的声音。好，对，闷锅出任务，闷锅出任务。2019一月三号到六号，一共有五场的演出，希望大家多多的赶快打电话进来，踊跃的购票，0800-456-456，0800-456-456。如果就是卖票的那个状况不如预期的话，我们现场会加码熊熊躲猫猫给大家看，好好对对对好好，然后找到熊熊的话，他身上有十张票赠送给各位，对对对，可以这样的，哎，我自己付，我自己付，这个很好，可以可以，因为郭哥有跟我们讲说，今天这一次那个闷锅出任务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等一下，他是苏贞昌哎，你好，你好，小姐。想要买出任务的票，闷锅出任务的票。名模出任务吗？已经打了。闷锅出任务。哎、欸，啊，你要买哪一天的？1月5号。啊，一月五号，如果我跟你说客满，你要不要买另外一天？还有哪一天？还有一月五号。其实我就是想卖你一月五号，故意吊你的胃口。好啊，你是住新北市吗？对。哎、啊，要不要投我一票？我是谁，你知道吗？柯文哲。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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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再给他一次机会，你看，刚刚柯文哲去外面尿尿，他现在回来，你现在注意听，现在才是柯文哲的声音，现在。有人要找我，对，哎，小姐你好，哇，你要找我，啊，你是学姐还是学妹？学妹，哎，柯文哲去尿尿，那个另外一位又回来了，你听一下，你看他是谁哈？啊，伊在讲。三年前在咧保安公头前酒抓，讲要演这个舞台剧啊，无人要假信。哪去？你知道谁吗？我不知道哎、欸。好，没关系啊。你今天如果猜得到我是谁的话，马上送你鸿海股票。他只想买闷锅出任务的票。我干嘛跟他勾勒？鸿海股票。1月5号几点的？我要买下午的。下午2:30的。对对对。几张？一张而已哦，一张你浪费我们那么多时间。对，人家支持你，谢谢。哎，小姐贵姓？不好意思。温水瓶。温小姐你好。哎，来水瓶座小姐，跟水瓶讲一下。哎，水瓶讲。温小姐，我是怡佩。你好。那希望你可以多带一些你的朋友来看我们的闷锅舞台剧哦。好，闷锅出任务，帮我们多多宣传哦，谢谢你。好，对啊，跟朋友一起来看。我再问一下，你不是我们设定的哦？不是，你是自己砸来的、哦。你看他这么错愕，应该就不是吧。啊，不好意思，我跟你开玩笑，开那么久。啊，真的有人打电话进来啊！不好意思，我是郭子乾，我是郭子乾。拜拜，啊，谢谢水瓶小姐，拜拜，谢谢，拜拜。这样卖了五张呢？对啊，哎呦，很厉害哦！哎，我跟你讲，最后一通电话你。只剩2分钟可以卖哇！对，如果没有卖出去，我们节目就要停了哦。打电话进来的话，两万不会吧？如果可是这如果再没有打进的话，就真的就没有了。0800-456-456，0800-456-456，东森就是只有独家哦。对，东森购物台独家开卖，独家买。0800-456-456。好，我跟你讲，好像就是卖这五张了，电话目前就是没有打进来。外面还有很多客服在接，是啊，他们现在在接别的，他们现在在转接进来，不过没关系。哦，最后一通，喂，一分钟，剩一分钟。先生、小姐，请问你要买票吗？喂，对。
哎，请问你要买焖锅出1月6号的票？1月6号下午还是晚？没有晚上，晚上我们拆台了。下午2点半的哈。2点半，对对对。几张？4张。哇，谢谢，哇，谢谢你啊！哎，多少钱的？多少价位的？谢谢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哦，好，谢谢。多少价位的？2000块的。哇！哇！哦，跟信哥演唱会一样贵。啊？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可以听过跟模仿一下飞哥吗？飞哥，哎，这不是嘛？哎、这节目都停了，这没什么好模仿，有死、啊，对不对？对，那飞哥你有入围金钟奖啊？入围金钟奖，但是啊，节目也停了。是不是？哦，啊是啊，嗯，好了啊，这样可以吗？嗯、啊，可以，哎、啊，好，谢谢，哎，我也有演出啊，哎、哎，你，因谢谢你啊，哎，这贵姓啊？啊，我姓王，王老先生，王老先生，王老先生，王小姐，王小姐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对，哎，九张，而且这样3、4、5、6都卖到了，对，三四五六。哎，你这倒是很精明的、啊，刚刚找人不精明的、啊，啊，我卖哪一天的票你都记住了，我帮你们记啊，是啊，好，今天那个怡佩跟郭哥的那个实力还是非常厉害，是，轻轻松松就卖出了十几张票，是，如果多待个几分钟，可能就应该全部就销售，那就继续待吧，那就好啊，不然我们家节目停了就继续待，啊，他们直播的，对啊，他们节目，好啦，今天谢谢怡佩跟郭哥来我们节目，好，谢谢，谢谢，谢谢，下礼拜见，拜拜。拜拜。